宝贝们吃饭了啊、哦！宝贝们吃饭了啊、哦！花了八毛钱买了一份快餐了、啊，感觉还行吧？八毛钱应该不算贵哦，可能有点贵了。八毛钱猪肉、猪头肉，还有湿女豆腐，还可以。感觉还行。还有白切鸡，白切鸡。吃你豆腐，吃你们的豆腐。还有鱼啊，可以。
辣哦。怎么辣？